家伙怎么还不回来？等他回来了，我非得……我回来了。你……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怎么看上去心事重重的？果然什么都瞒不过你啊，琪儿。最近难得大家都空下来了，我想办一场聚会，感谢大家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，所以我在考虑要为这场聚会做哪些准备。我还是第一次邀请这么多朋友。 稍稍有点紧张呢。一起玩？他们要是像小孩子们那样缠着你讲故事，那就没什么好准备的。当然不能这样简单的招待客人呀。或许我需要举办一个像童话故事里那样的茶话会呢。这样的话，就要把房间布置得漂漂亮亮的，还要为茶话会准备很多菜肴呢。要做什么菜好呢？哎，等等。 闻着这股香气，阿星的快要睡着了呢。最近在天命很流行。 桂花在杯底悄悄地盛开了。 希儿，你看，饮料做好了。总感觉饮料要配上茶点才行呢，这样大家就可以边喝边聊天了。嗯，也不知道这杯饮料大家喜不喜欢。要招待这么多人，这家伙可真会给自己添麻烦。 乱糟糟、闹哄哄的，听上去就让人心烦。希儿，能请你一起来帮忙吗？那可是你自己邀请的客人，
我可不管。嗯，那可怎么办呀？得有个人和我一起布置房间，帮我试试菜品，再提提意见呢。唉，真是的。好吧好吧，我就勉为其难地帮帮你，就这一次。太好了，希儿，快点尝尝吧。对了，我又有了一些新的想法，试完这一道，我还想做点别的饮料呢。怎么这么快？希儿，那就拜托你了，一定要把最真实的感受全部都告诉我哦。哎、啊。